昨天我关台后，我想了又想，我发觉不会包位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教你们，好不好？现在我就教你们包位。我们先从 Mirage 开始，是我的不好，是我的不对。我想了又想，确实是我不对。好了，我们就一步一步教，不要再跟我说不知道了。这就是 T-Bass， 对，斐佳 ，OK。这里就叫做 A2， 好不好？以后我就放 YouTube， 不会报位就给我自己去看，不要再跟我说你不会了，没有不会这种事情。这里就叫 A2，A 二楼就是 A2， 好不好？这有个 A， 这就是二楼下，二楼下面就叫二楼下，好不好 ？A2 旁边的一楼就是 A1， 好不好 ？A1，OK。这里有很多方块，我们就叫它魔术方块，好不好 ？Magic。这边就是三明治，好不好？这里就是跳台，跳台，跳台，跳台下，好不好？拱门，拱门或连结，好不好？拱门或者是连结 ，OK。再来这边就是 Jungle，JG Jungle， 好不好 ？VIP， 这里应该都会吧 ？VIP， 这里就 A， 这里就包点嘛。短箱，这里是短箱，这里是长箱，好不好？十点。十点，忍者位 ，OK， 忍者位。然后大概这里有装三个装包点啦，一个就是长箱，一个就是短箱，一个就是这个这里也可以装，跟这个侧面，哦，有四个，还有这边，哇，四个装包点，哦，大概就这四个。这里就是警家，警卫室 ，OK， 这一间叫做警卫室，好不好？这里有那个警卫在打电话，跟你家大楼管理员警卫一样。OK， 这里就警家、超市，好不好？超市、沙发，好不好？沙发，因为这里有个椅子，所以这边叫沙发。好，这里就二楼包，二楼包就装这边，或者是 B 小包，两边都可以。安全包。好不好？超市包 ，OK。然后这里就是白车，白车。对 ，B 小啊 ，B 小，这一整条叫 B 小，好不好 ？VIP， 小黑屋，因为这边黑黑的啊，黑黑的叫小黑屋，好不好？然后这里就 B 二楼，好不好？厨房，这里有冰箱，有火锅料、火锅底料、厨房、地道、地下道，好不好？电视机 ，OK， 电视机。这里就是中路，对不对？警察会报这边是中远，好不好？那简单讲是中路。然后这里就是 L 位。以前会叫吹风机啊，现在都叫 L 位啊 ，L 就是叫 L 位，就这样。好了 ，Mirage 结束 ，OK， 轻轻松松解决了 ，OK 吧？好了，叫 A 爆弹好了 ，A 爆弹顺便教一教。跳台，警家。跳台下，就这三颗烟。好 ，Mirage 结束。还有什么不懂的 ？CT 可以叫天安门广场吗？有战车，靠腰啊，不会有人躲这里啦。VIP 烟 ，VIP 烟。贴在这里，这个脚胶对过来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之后要绑跳丢，走走走，走到这一个墙壁的交界处，就跳丢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，按着。重点主要是教你们报位啊，
别再说不会了，好不好？诶，今天这一步我会放在 YT，以后就自己去看。好了，米洛吉教学结束，我们下一张图。OK，Inferno，好，继续我们的。这里很重要哦，如果你是第一个，就直接贴左边，好不好？这里就是踢鞋、肥口、踢鞋、肥口、踢鞋或肥口啊，这里是斜坡嘛，踢鞋或肥口，水沟，好不好？路灯啊，这里以前是一只路灯啊，可是不见了，好不好？这里就看你们怎么报啊，哦，香蕉，树位，好不好？这里以前是一棵树啊，树被拔掉了，香蕉这里是树位，OK，反正有个大树嘛，树位。石墙、木板或车位，有人会叫这里车位啊。以前这里是一台车，木板或车位。沙包，哇，沙包。SK 或景家，SK Gaming 的 SK 或景家，哇。一箱、二箱、三箱，OK，一二三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OK，一箱、二箱、三箱，哇，十点，好像有人叫这里5G 吧？台湾人叫这里5G 啊，十点啊。棺材，棺材，哇，教堂，教堂，这里很常躲人啊，教堂的沙包啊，好不好？教堂，OK，警家，我是说叫这里长廊啊，因为这里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报，叫这里长廊。有时候回房的时候会有这边有人。拱门、书房，好不好？书房很多书嘛，书房，书房。啊，我自己习惯叫这里小沙啊，大陆人都报这边是小沙啊，我习惯叫这里小沙啊，好不好？或者是书房凹槽，看你们自己怎么报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就是 A 包点嘛，十点，恐怖箱，OK。恐怖箱，这里很恐怖。然后这里是墓地吧？墓地，这整片都叫墓地啊，或墓地或监狱啊，很多不同的爆发，看你们自己你们的队友习惯怎么爆，听得懂就好了。爆位就是大家听得懂为主啊，墓地或监狱嘛。然后这里就叫大坑，这里就叫二楼下，好不好？二楼下面叫二楼下。然后草车，草车 A1、A2，这条叫 A2，那条叫 A1，哇，大陆人是叫 A2 楼叫 A2，哇，台湾人是习惯叫这一条叫 A2，所以不一样啊。A2拱门，对不对？这里就叫二楼，阁楼，阁楼 VIP，阁楼口，好不好？这里有一个口啊，一个门，这里就是阁楼口。OK，马房。哇，为什么叫马房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就叫马房。哇，A1、A2，OK，中路大 M，小 M 侧道，好不好？小 M 或侧道，蓝门，好不好？二转，二转啊，蓝门。以前这一条叫红地毯啊，但红地毯不见了。哇，这里是左心室，好不好？右心房。晒衣场，好不好？或阳台，好不好？这里，OK，Inferno 又结束了，非常的快。我们 Inferno 又结束了。为什么叫左心室右心房？因为你从景家看过去，这里是左边，这里是右边，左心室右心房，阳台就这么简单。懂？英文版，你台湾人跟人家讲什么英文啊？英文版上网查都有啊。跟大陆人打的时候，你要自己去变通一下。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整个 A 包点，走到哪就装到哪，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装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，结束。丢蛋教学，好啦，丢个香蕉，香蕉比较会丢啊。请加烟，哇，请加烟，这里也可以丢，加烟。这个火好像被我弄坏了，我丢不好啊。派克啊！
啊，这样就有了，这样就有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下一张换 Dust Two。那我们就从锦家开始吧 ，Element 好不好？这条斜坡叫 Element，OK，、okay? 这里叫跳箱，好不好？跳箱哦，然后这里叫车位或者是 Polo， 以前这有个箱子啊，车应该现在都叫车位啊，叫车位。这里就是涂鸦，好不好？这里有一只鸡，有一只鸭，就叫涂鸦 ，OK， 这里就是涂鸦，好不好？然后 A 上包啊，就装这里。这里叫做亚空间，好不好？亚空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这里叫 up 或 A 上，这里就叫小道，这里有一条小道路就叫小道 ，OK。这里叫 Xbox， 应该是吧 ？Xbox， 然后这里就 B 下 B 洞口，凹槽或这里应该叫凹槽，好不好？然后十点在这里，十点，然后这里叫 solo， 以前有个韩国神狙 solo 在这边狙五个 solo 位，好不好？然后这里就是 by， 好不好？狗洞 by， 然后这里是中门，这里就是 R 点，好不好 ？R 点 R 火箭队的那个 R 点 ，R 左 R 点的左边就叫 R 左，然后 A 门 ，A 弄 ，A 斜 ，A 斜 ，A 弄，好，又教学结束了，好吧 ？A 门平台 ，OK，D two 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打 A 门的时候，一个人或两个人去丢火丢炸，一个人在这边丢闪，这个扛棒瞄上来，这跟窗户对齐，丢一颗闪，这个闪爆在这里啊 ，A 门的人走出来，那个闪爆在那边就白了，好不好？两个人或一个人嘛，你可以丢火。丢一个防弱闪，贴这个轮胎，这个、扛棒瞄上去跟这个对齐。丢 A 上的话，我说 A 上双架就是一个站这里，好不好？挨一个站这里，一个站他头上，这样 A 上双架。OK， 啊，不要跟我说你站在包点，说你在守 A 上，听不落去啊，听不下去啊。好了吧，差不多了。B 点装包，尽量装这个包啊，尽量直接贴着这个箱子装，因为它只能低头或者是这样装啊。你可以在 B 洞，对不对？它只能低头或者是屁股对着你啊。对，它想反打你，它滑手还要先转180度啊，对，或者是要抬起来啊，对。最后这里叫花园啊，好不好？这里叫花园。是很常会有那个反恐不回防，就直接在这边架枪，这边叫花园，好吧？小偷怎么丢烟？有人好像是会丢一颗，会丢一颗盖这边的啊，盖这边的，然后先把平台这个打掉，就是让凹槽这一个人有没有没办法打你们 B 洞出来的，或者是在包点这个人没办法打，然后假如他平台有人。就是先把平台这抓掉，就是让你可以先抓平台那一个。通常丢了这颗烟，中路要丢两颗啊，可是我只会丢这一颗，另外一颗忘记怎么丢了。这一颗箱子上面会看到啊，还有一颗是专门烟箱子上的，让你整个箱子都看不到，你只能叠上来自己看。他打 B 外你就打他脚啊，好不好？烟一定有缝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再验一次。对，你就叠上来这边，两个人叠上来这边打他脚。好，下一张图，回家，好不好？这里就匪中，匪中啊，好不好？六中，六后，好不好？六后，不，我现在爆的是以前的爆法，但现在好像还是有人这样爆。我记得卡萨夫他们好像也是这样爆，反正这里就是六嘛，六车。四五六啊，这里就是五车啊，五前五后，好不好？蓝门，重要的来了 ，Ali 好不好 ？L L 或 Ali 啊 ，L 或 Ali 好不好？这一条 D
底线这一条，这一条就叫底线，好不好？然后这里就是你们最喜欢的阴道尿道，好不好？阴道尿道，阴道尿道，阴道尿道 ，OK。这里就是紧夹嘛，紧夹大波，大波，然后这里就是一车、二车、三车，所以顾名思义就是三后、二后或一后，对，三中、二中，反正一二三啊，一二三，然后再到外场嘛，再到外场四五六，就这么简单，就直接从右边数过来就对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不好？这样记就最快了。然后大坡，好不好？大坡，二楼，二楼或二口，对不对？二楼小坡，这个坡比较小，就叫小坡。然后这里就包点，包点最常中就是这个包啊。这个火，这个火闭着眼睛丢都丢得中啊！别他妈的再说你丢不到了。对不起，要助跑一下，哇，要助跑。啊，这里就二楼啊，二转。然后这里有人叫红楼梯，哎，啊，怎么变绿色的？以前中国人叫这边红楼梯啊，我们是叫狗洞啊，就直接报狗洞就好，反正这边就叫狗洞啊，台湾人叫狗洞，狗洞，电箱，警钟，好不好？三楼，好了，又结束了啊，进度非常的快，大家学习能力都非常好。好，下一张图哦，没了哈。Upper pass。好不好？从这边开始 ，B 长侧道 ，B 长 ，B 长，这整条叫 B 长。圆柱，油桶，油桶啊，一看就知道是油桶。水下，好不好？这里有水啊，水下一层，对不对？一层，这里叫一层。B 小，工地，好不好？这里要怎么叫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可以叫工地平台吗？反正这里就是要工地啊，好不好 ？B 小，二楼，二楼，垃圾桶、垃圾桶，好不好？车头或者是卡车，车头或卡车，这里有个车头嘛，很简单。然后 bank 银行，银行，然后包点嘛，包点。然后还有人会躲这里啊，这里很常躲人，这个叫你们可以叫它 map， 我看人家是报 map 啊，简直叫地图都可以啊，地图有人会躲这里啊，打车，因为你出来通常是看这里跟看这里啊，你第一线不是架这里啊，所以你枪管一露出来他就点你头，好吧，这里可以站人，然后你屁股又比较不会被打到，你就可以直接站这里，好吧，然后 A long 好吧 ，A 大或 A long 都可以。然后这里是女厕，好不好？这里是男厕，男生嘛，男厕里面叫男厕，这里是 A 小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装包你就装这里，对不对？你就装这里，啊，你人就在这边晃，好不好？他拆了你就打他两下，或者是晃一下看一下他拆了没，对不对？那他如果跑过来你就跑，或者是你阴他跟他对都可以。对 ，A 小包，然后这里很常有人这样低头吃便当啊。花圃，花圃，花圃，就这样，他就低头，哇，好 ，A 小气球，好不好？这里有很多气球，这边就叫气球 ，OK。这里到连接 ，OK， 有楼梯的就叫连接啊。地道，这里就是刚好是地道，好不好？肥口，这里刚好有一个口嘛，肥口。游乐场，哎，我们又结束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几个点而已，没什么好不会的，好吧，可以吧？这张图也很简单吧 ？B 长 ，B 长侧到工地 ，B 小包点水下一层二楼，对不对？垃圾桶，对，卡车，地图 A 大 ，A 小，男厕、女厕，气球，游乐场。连接地道没了，我报完啦，没啦。
好不好？烟有百百种啊，自己去查好不好？你看两个月前，对不对 ？Yo, Mr. Time， 这个那么多烟，他一次教你60颗烟啊，一次教你60颗啊 ，OK， 好不好？你就自己没事就看，自己看，你就直接打 CS:GO Smoke，OK，、okay? 一定有啊，你看。